最后的享受，第一打到一 JDG 如虐人机，20分钟推平 UP 宁王宝蓝贡献0-10结束夏季赛，打完直接人生有梦，各自精彩。好，直接安妮弄来个阿卡丽 ，For 你这把想表演，98分。我操，98分是什么？人占了95、兄弟，这绝对是看脸给分的吧？5张脸就涨了95分。阿卡丽在位打俄斐都斯炼药塔，其实阵容还可以，但这个中野打不了。看对线，你说中野二杀吗？肯定打不了，对面瞎子，瞎子啊，你运到一个直接爆炸。是的，爆炸。什么安妮加盲僧？左边确实分奴，分奴分奴到底了，有点分奴。哎，有没有这么想赢啊，京东？京东太鸡巴下头了。想干嘛？想干嘛？我操，祖安吗？这里是？哎，晕到了一个，多哥进化被加了，又被拉过来了。多哥吃毛僧一个飞脚，哎，毛僧，他的毛僧可死了，不闪现的。哎，在死了，毛僧。阿卡丽打了一血，下路大乱斗 ，U P A 宁有闪现在跑，三六九开了个疾跑在 A 人，宝蓝 A 三杀先 A 了个眼，你这脚本们怎么 A 眼了？哇塞，毕竟我一盘 Go 啊 ，Missing。90分，我给90分辅助。90分，哎 ，Q 闪预判你闪现，哎呀，享受，不是你们一起就开始恶心 ，Missy 宝宝他不回头一两下早就走了，非要皮，宝宝就是要皮两下，好难，哇，闪现预判到了，有点帅嘛，观众都高潮了，大灾喊预判。那宝宝选色，宝宝还是在，宝宝还是，宝宝还是。宝蓝就是还在 A 人，你知道吗？走就走了，宝蓝走都走了嘛，也还在 A 人，还 A 了个眼，看到了吧？啊！哎呀，享受。说实话，这版本寒冰辅助 Miko 小明、流星中都不玩，我觉得真的。阿卡丽一血，撸了一个头，闪现了全交 ，UP 只剩一个闪了，酒桶 UP 闪现飞完了，右边没有双。会被越吧，卡纳比不想越，他想回来守吧。卡纳比得绕一下，因为他不知道他们打野。哦，那个回来了没？哦，这样知道了，聪明，这样就知道了。对，绕过来 Q 一下三郎，知道这边打野不在这儿。那下路有人能救吗？这个月他波及有 T Harry 有 TP 三级吧，兵太多了，三级那个力量才能复活啊。随便越啊，阿尼耶克来了，我操，我四月三也随便越的。阿卡丽下来没什么用，四月三随便越，阿卡丽先贴没用啊，感觉还想越他们还想，安妮来的，他们肯定想越的，100%想越京东。阿尼姐闪现晕出三个，闪现晕三个，我不用找闪了，爆炸了呀！哎，那后面两个不也死了吗？还是死了呀！主要你阿卡丽踢下来也没什么，记得还要还想二进攻，这开始了。完美扛打，但是 missing 变成僵尸活不了。爆了，下路结束了，没法玩了呀！这你不记了，只能说两个字：阳记。哥巴尼王还在刷野，下路没了，就记了吗？这感觉也怪亏了，也得下去，得下去啊！你不能这样子啊！这好亏啊！他自己不想亏那个三 buff， 他想正常开局，下路就玩不了了。恭喜京东记。这波打完下路可以不用玩了，可以直接退了。现在 DOGGO 和宝蓝会觉得自己存在在这场游戏里本身就是个错误。艾希加霞这个组合真的是能选出来的吗？垃圾到极致，这两个英雄。对，就是两个英雄完全没配合。霞加寒冰，享受呀。他们这是死局，其实不知道的，因为卡拉瑞只要进到他们下半区，灵王是军对面下半区就是死局，你懂吗？他们没双招，他们有先权又怎么样呢？不找死啊？一样的，他先权不是在找死啊？就是都一样的。唯一解就是灵王保下半区，懂吗，兄弟们？这是唯一解。对 UP 来说可能没解，但是其实是没解。灵王想不到这茬。哎，这么打野不下来，我说实话真的，这个玩的太自私了。是你的话，你肯定会下来吧？你会下来吗？还是你也不要这个了？感觉亏六组也都得保下路吧？这下路我们那天打京东也是，你记得吗？啊！就下路就算也不能让下路死啊，不能死啊！这个我也是亏野怪气。主要是这版本是下路啊，闪现被拉，宝蓝要死了呀，宝蓝这位就跑不掉了，死了被定住，人都给钱了，卡纳比不会让人头的。是的，卡纳比是会让人头。卡纳比5分钟0-3了，明星真的来，
他为什么要叠减闪现天赋啊？宝宝没点，他点了新界东西，他第一波就是那个闪现 Q 预判宝宝，他为什么知道宝宝没有点新界东西啊？我好无语啊！啊，看下天赋，副天赋可能不是蓝色的。哦，飞了，多哥今年那个自闭了，等会儿，等会儿自闭了，口水流出来了，多哥，精美了，我说嘛，今天的比赛。京东打 UP 能坚持到二十分钟当中，来了中路，哎，射箭了，来一箭没射到，正面二打二，不杀瞎子绝对打不过呀，这不杀瞎子肯定打不过的呀，闪现平 SO 一个再 Q， 自己能走吗？自己没 W，你看肉了呀，哎，插牙过来收一个，那这样还行，抽掉一个达摩，够，有点生气，叫你抓我，叫你抓我。阿尼可以打四个，哎，二打四 ，EP 做出来，我这两个英雄可以打你们四个英雄。再来看一下直播，宁王先手打了一个闷拳 ，Q 仔没中，索性一个，切进去了，前面没看到，哎 ，Q 仔中了直接手呀 ，Q 仔，宁王的 Q 仔，中了，你别顺秒，宁王的 Q 仔好像都这样的，都是享受，全是享受，金色闪光，金色闪光拳，金色闪光，天马流星拳，我操。穿越绕后没有视野的一个绕后没差呀，有大招没有任何压力，要逼大，好逼你大招，再掰回来一个，掰回来卡了，当然啊，这个暂停是谁打的呢？宝宝这件中了，兄弟们全场首接，这件绝对中，这件没有任何理由空暂停了，玩不玩？是不是他是不是觉得这个大招没大过去是 bug？ 有人玩不起啊，大从这个墙穿到那里面去，侠那个大招可以从 F6 这里穿到 F6 那里，应该是可能是啊，哎，我大招都把魁章剑大躲了，他怎么还有大？是不是卡了？好像开了，给这个镜头就是开了。哎，中坦突然没了，谁死了？灵王，灵子死了。还没那根箭中没中啊？怎么死的？切过来，你妈死亡不也看了吗？那还死亡？我操，什么意思啊？哦，你忘了第十八种死法？哎，本来是你妈的活着的，切过来死了。回收完之后，哎，以前都是死的，以前都是死人回收完变活的，他是回收完活人变死人。啊，什么意思啊？对啊，被那个顶掉了，对啊，被侠顶掉了一下。然后奎章你顶完了，你忘了没问题啊？这一下。下头了，这个开始下头了。UP 还能先打小龙的吗？啊 ，JDG 来咯，这波团战应该就是游戏的胜负了呀！要 UP 凭什么可以动这条龙呢？绝，你绝！哎，中了炉了，中炉了，有小心吗？但是被扣两个，啊，你晕了两个，正面我操，一个魅惑，另外一场魅惑无敌了，咋了？好像这波团战能杀几个？能不能杀掉一个？一只能不能杀掉？猪了，复活了。咋了？啊，有僵尸啊！入了是僵尸，完了呀！灵幻五，Missing 有一没压力，记了，结束了。早打个灵幻五咋玩？灵幻五的团，弱爆，弱爆。系京东记，京东他选的阵容我真的想吐。竞争版的雷纳塔真的玩的恶心的一逼，一直在恶心宝宝，从一级开始恶心，一级恶心，二级恶心，三级你妈闪现。六分钟 Q 闪了宝宝两波，老的宝宝这个康头人寒冰选出来有点逆版本了，这真的让人发指。Missing， 六分钟 Q 闪杀了宝宝两波，左手出了杀人术，展开路了，路了个有闪现，把您带到京东基地去了，把这个您带到京东基地去了，我操！狂风闪现，我带你飞，完了完了，兄弟们。左手出杀人输了呀，十九分钟一万金鸡，一波了。你们打京东的时候有这么长吗？应该没有吧？啊，差不多，一样的。哥怎么唱了？我又全大概了天，我是卫龙，是这样唱的吗？那就说你的汁儿，大王出差，零杠八。但是，好吧，队友有点不配合了。你往这儿过去，没人上了，就该吴老冲的。对，队友不配合了，没有信任了吗？现在已经，以前队友都上的，呆萌呆萌的。哎，这边吃猎大塔 Q 了，秒
想干嘛？哎，先锋还能装，真的一波，先锋还能装啊！小龙也是，先锋别死就行了，谁死都行，先锋别死。UP 也在盼望啊 ，UP 也在盼望这个先锋别死啊！亚飞大招一给，宝蓝要被秒，宝蓝直接被秒。灵王再来一次，零杠五，享受双双零杠五，宝宝偷偷死了，零杠死了，也辅零杠死，好稳。要教育卡拉维今天教育卡拉维我抽了两根烟结束了就多个温泉被羞辱我救了这么快啊、哎、这一幕结果不出事啊多个温泉被羞辱二十分钟呀就二十分钟啊你会的多个还有脸量弱爆了懂不懂刷野刷死你卡拉维哇京东机真的牛逼真可穿可逼的现在哇这是 LPL 最快这今可能这个赛季最快的比赛二十分钟对吧兄弟们是最快的呀！我说这个赛季，好像是我们打京东，你们打京东几分钟？比他们还快、啊。真的假的？都没打二十分钟，大佬没一刷就击了。好像是的。上次打京东几分钟，兄弟们？十八。十八。十八分钟啊！十九分钟，准确来说是十九分钟，啊、okay ，差不多吧，他们也十九分钟，差不多。二十分钟，他们大龙刷了呀，他们京东推太慢了啊，太慢了京东。好，虐的头昏脑胀。UP 的春季赛结束了，两把，好快。湘北最后输给了三王，他们是打哪个？打李宁是用尽体力。用尽了体力，李宁是三王，对，这个等于是爱河，对，捡的，他们捡的，对，爱河之心，哎呀，去四个，都是经典一幕，哎，经典一幕，冒充楚帆，完全被宰多少个，这一幕我不知道真的见过多少次了，一坨 shit， 前两把确，这两把确实宝宝去坑，主播李宗克不是宁王的问题，不是宁王全国，太坑了，宝宝真的太坑了，宝宝最近的状态。最后恭喜 JDG 获得复活甲，取得常规赛第一的成绩，而 UP 也稳坐到一的宝座，他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兄弟们享受完了可别白嫖，各视角不易，三连支持一波啊。